黃燕輝議員，關於仲裁好容易答俾你，點解執笠？因為冇生意，同而家鋪頭一樣冇生意，一單生意都未做過。呢、這個仲裁咧係2011年成立，到2020年一單生意都未做過，所以咧冇生意就執笠，係咁簡單。所以冇其他原因，冇唔好睇，冇其他。但我可以講多少少，有陣時嗰啲嘢講多少少，有幾單唔係好多。之前叫咩貨解？傾傾下咧，傾掂嘅。但係幾時傾完隊章紙俾佢簽名咧，個個都唔簽。所以一單都未做得做得掂。即係和解講 OK， 幾時隊章紙俾佢簽，個個都唔愛簽。所以咧做到尾一單都未做過，所以就係咁樣咧就收檔，就係咁簡單。